张三也太不是人了吧，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。我以为他愿意跟我见一面。看上这么个渣男，你真应该看看眼科。你是不是有一个总在劝自己分手的闺蜜，是一种什么体验？潇潇，这是我男朋友张帆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潇潇。啊，我去那啥。你和他不合适，分了吧。怎么吃上泡面了？多不健康啊！张帆生日快到了，我想攒钱给他买个手表。人家谈恋爱，生活质量提高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就不能和他分手吗？我晚上还有事儿，就不去你那儿了。你是不是和张帆在一起了？安然，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？你到底要骗自己到什么时候？你和他不合适，分了吧。昨天在路上他还跟我要微信，说自己单身。不会的，你肯定认错人了。雷哥，你这换新表了？这表不错呀。凑合吧，喜欢。那是，喜欢送你了。真的啊？哎呦，谢谢哥，谢谢哥，谢谢哥。我好像来那个了，你帮我买个卫生巾吧。你这要不怎么去啊？多丢脸啊！我晚上还有事儿，就不去你那儿了。你要是做不到对安然专一，就不要招惹安然。又不是我让他喜欢我的。他乐意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和张帆分手吧。我太喜欢他了，一直在骗我，我走不出来。你啊，我要跟他分手。你们已经分手了，只是你。